可是我有的朋友是跟他很像，就是身材太好，然后妈妈就说不行，因为他真的是，而且是连他男友自己都有发现，就是他爸爸在跟他女朋友讲话的时候都在看胸部，对，就是看着胸部然后跟他讲，哪有这种公公？就没有办法，就是那个下意识就会这样看到男人的本能，公公就是眼皮下垂。而且就算让公公眼睛吃一下冰淇淋，只要不会真的怎么样就算了。像我就会定期的，就是不穿胸罩在家里走来走去，就是孝顺呢。没有，那一集是讲哭点滴，对，因为大家都哭得乱七八糟，然后我是一个看别人哭也很容易哭的人，然后尤其我对爸妈长辈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，又或是看到老人的背影，我也会很想哭。曹大哥，你看到曹大哥背影？我跟他讲成语，你不要讲到我。那如果吃很喜欢的食物，结果有一块掉到地上，捡起来，捡起来吃。3秒钟，没有细细反应，可以吗？3秒内捡起来，这好像是没有细的。3秒内捡起来都是没有，所有的地板，你说包括就是那种很脏的地板，这种它也不会有细菌。如果现在这边有一块肉粽，你不吃吗？因为你小孩掉地上，你会说真的要捡起来塞他嘴巴？没有，因为如果是有公婆或者我老公在，他们就说掉地上不要吃，然后我就会安静。但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我就说赶快吃下去。好，各位男士，好慌哦！自己出机票钱，可是可以跟小 S 出去旅行，或者是被老鼠夹夹一下，选择跟小 S 出去旅行的，请按钮，请按。12号刚才拿起来。哎呦！好明显，还是有五个哎，有五个人，你来，出来，你对不对？是不是你？你没按对不对？就是你，你没按对不对？15号你没按吗？被俩哥赚钱。15你没按吗？他没按。站起来，感觉他有距离感。是女神，等级不一样，等级不一样。你说什么？等级不一样。你不是生活中的人。我希望你的脚被夹断。有一个人的婆婆是叫她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永远都买错的。是谁？是我。对。所以她应该就她合你的意吧？她可能对她婆婆有一些事情要。你买回来是不对的食物，你婆婆会把它摔在桌上说这是虾吗？哎，是不会了，只是说对，只是说就是再去买一次这样子。可是那时候过来啊，他应该会拿那个鱼打你的脸吧？几斤条？然后 fish pie。肉卤，你没有见过胡天蓝老师？哎，没有见过。但是有听，一直有听到他的名字出现在，就是可能。那你读他写的美食文章都同意吗？嗯，因为我觉得吃的比较见仁见智啊。他不同意啊。那你知不知道胡天蓝老师以前出过3年全露写真集？胡天蓝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，他记错人了。失恋的时候会跟杨宗纬说吗？如果他有时间的话，可是他听人家讲这些事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其实我还蛮适合当垃圾桶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很会听人家。那我可以把这个丢进嘴里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明年我回去，你们变胖又变高，还不错。今年我回来，你们全都死光光。人生无常，我就想说，你第一句就用掉变胖又变高，到底第二句想要唱什么？你的奶头在哪里？快让我捏一下，我的男人，看吗？看我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我还没唱完，你信个屁啊！
排行榜在那个业内就已经非常知名的一件事，它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排行榜。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因为我没有入榜。哦，你没有吗？没有。因为据我所知，好像是那个主办单位先过滤了名单，就是妈妈不能参赛。没有，这个榜单好像就是需要塞很多钱给杂志社，才有可能进入这个排行榜。这个活动是在做性感美女的票选，当然小 S 其实的性感的一个。你从广告中看不见我的性感吗？我还有在很多其他的杂志上面展露过我的性感，你都没有看过吗？很遗憾的，太阳太大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完成品是里面有穿小可爱，对，有穿一个，所以我不是很高兴啊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啊，你原来希望都不要。因为那个电脑非常难修，然后呢，那他呢，你知道我准备好几个小可爱，因为我印象中我觉得说都已经拍时尚杂志、国际杂志，像 S 你露点沟都没什么嘛。嗯，这件衣服我叫我直接露点我都是 OK 的啊，我可以直接把这边挖两个洞啊。太直接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女神安心鸭，今天我带我的妹妹来，因为她很喜欢这个康熙的录影现场。你妹妹比你漂亮好多哦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没有，我们两个长蛮像。她是你孙女吧？她是我妹妹啦，因为我最近有拍新戏叫妹妹啊，对啊。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完美，接得很棒。我知道你拍的是 A 片吗？啊，不就是。那她会抖脚吗？会。她说那抖脚有什么关系？她很舒服啊。一个人要跟你在一起40年，你看她吃面那边抖脚，你不会想要一巴掌把她打下去？会。会，对，我刚开始很想走。我跟你讲，很多时候婚姻让你俩公就是这种非常小的东西。你说，那你先生如果抖脚，太太应该说什么？我现在看到我先生抖脚，我觉得他很性感。可是我不知道15年后他在抖脚，我会把他脚筋切掉。我觉得你不敢批评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你觉得时尚感有问题的人。其实并没有什么不敢的，不是因为他不敢，他不敢惹各位，真的不敢吗？真的吗？没有，我要讲的是许巍了。怎么想跟我不一样？他免眼神一直飙，不是因为不管是什么题目，他都不敢惹各位。柯伟如我不敢啊，柯伟如跟罗佩颖我都不敢惹。我也是。还有迪英，迪英姐，啊对，他们三个不都是疯子吗？我跟你说，小 S， 我前一阵去一个大学演讲，然后就提很多问题。最后一个问题是说，哎，老师，你好歹你也是一个有威风的女企业家，然后你在小 S 这个节目里面，她每次这样欺负你，你的冤屈回家怎么排解？怎么排解？嗯，我就说不会啊，小 S 其实私底下也很尊师重道，那个节目的效果。然后他们就说，哦，老师你好假哦，这答案都乱说，你要不要来反正一下？可是他真的很不时尚啊！你要我讲什么呢？而且我也不觉得你很威风啊，你就很甜啊，你本来就是，可是我是老板哎，你是很甜的老板，可是你这样才讨人喜欢呢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你的补习班花钱请 S 当代言人，他就不敢再惹你。对，我要的就是钱，你要钱把我嘴封住是最有效。因为说实话，在《非诚勿扰》里面，他有露出一点点雀斑哎，可是他的雀斑本来就一直没隐藏哎，可是对。有的电影会帮他藏掉啊，大部分都没有，所以你从来都不要求这件事，不要求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会用雀斑讲就已经很客气了，你至少不是说他脸上的斑，我懂你，因为像林志玲的就是斑啊，你讲斑也很客气，起码没有讲老人斑啊，面试的时候。好，这是一个好的策略吗？去放电电一下那个导演。我觉得有很多人是天生就有电力的，像小 S 就是，如果导演跟他在讲话的话，应该是没有，我就真的拿电极棒电。要不用我？要不用？要。一次面试完就被逮捕。如果对打，你会耍刀是不是？会，刀跟鬼。那不就你有办法拿？就是小的刀在手指中间这样剁来剁去吗？没有办法，我们刀比较大。我是可以啊，就是手指会这样。对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我是可以表演一下。然后就自己搓出。